下来，但是对手打不好的时候，因为你的速度加快的时候，会造成他更大的压力，可能产生的失误就会更多。对，就是说邱子涵跟刘小龙可以打得快一点，对，但他们的风险也许说自己快，可能也会自乱阵脚，也有这样的，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。界内，这球是界内哦，刘小龙，不过立刻刘小龙要提出挑战，对，应该有一点把握，要不然不会同时两个人都击手。对，不过这球到底他们在空中在击球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碰到球了？好像他们看起来是要做回击。这个是 out。现在是邱子涵跟刘小龙，现在是连拿两分，现在取了2-0的领先。在第三局一开赛呢，是稍微占上风一点。好，然后发球太短，对。刘小龙呢是福建的选手，而邱子涵是来自中国的山东。哎，现在黄恩也是这个圣地亚湾的花球太短。其实邱子涵跟刘小龙啊，他们在蔡运跟傅海峰之后啊，其实是被相当看好的一位。对，当初是这个样子，没错。那么他们在去年的苏迪曼杯啊，也成为中国双打的主要搭档，而且事实上也最终也完成了所谓的中国队卫冕的任务啊，至少拿到冠军。他们主要的等于当时主要的双打组合是，事实上是邱子涵跟刘小龙，是，而且他们当时呢也打败了世界排名第二的高承炫跟李龙大啊。不过这一年当然他们是好像不怎么样哦，说不怎么样，马上提出抗议，马上对峰哥的一个抗议啊，对。好，现在邱子涵跟刘小龙现在在平手之后呢，再度取得4-3的超前。现在来到第三局的这个关键了。当然，在第二局啊，事实上他们就打得非常的焦灼哈。经过了等于是10度的平手啊，最后邱子涵跟刘小龙才脱颖而出。对，还是赛迪亚万接花的失误。抓到了，果然不错，这个长球呢真的是偷袭了，对，非常成功的一次奇袭战术，让阿三呢是必须要立刻回马枪，而且要调整击球的重心啊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可是要做两个不同的动作的一种适应啊、跟变化。你先退是一回事，然后你找到重金击球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又是一回事，对，而且要很快的完成。哎，可惜现在是邱子涵一个制胜球的失误。因为在击球的时候，几乎都是要发力，那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。而发力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重心，你脚步要站。好，现在阿三跟塞提亚问。来到了第三局，反而是现在是趋于下风哦。对，反而这一拍，这个邱子涵对阿三的瞬间压迫。
今年邱泽安跟刘小龙两人的合作是19胜10败，就胜利来讲啊，实在是不怎么样啊，但能够达到这个决赛，而且现在还处于领先，也是相当不容易。哦，你给我分球，我打一个角度更大的这个进攻啊。哇，漂亮！刘小龙直接打出制胜拍。哦，今天刘小龙这样的制胜拍不多见了，是不是这球因为送得太短了？第一个有一点短啊，而且他上来的时候几乎来说是只有在中场的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很好起跳攻击，但是又是讲的，就是他又是左手的，对，所以攻出来的角度会比较难守。最近是赫阿三的失误。来到了第三局啊，好像有点真的风云变色啊。是。我们这个子龙组合啊，邱子翰跟刘小龙啊，不是赵子龙，是邱子翰跟这个刘小龙啊，被称为子龙组合。当然，这个子龙的称号当然是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那个最勇猛的战将啊，三国战将勇啊，首推赵子龙。哇，这个时候是邱子翰在移动中击球的时候又失误了。对，这也是非常是一个自己的非突破性失误产生。这是阿三在丧失重心的情况之下想要加力加重拍，可惜打了一个挂网。其实今年阿三跟塞蒂亚万呢，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开赛里面，也曾经输给李圣牧跟蔡家兴过。对，他们是赢了一场之后，第二场碰上李圣牧跟蔡家兴，结果就输球了，打道回府。现在是追成了7-10，阿三跟塞提亚万还是这个落后3分呢。要做过度处理，一个反手拍是塞提亚。